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大革命》。我找不到，算了，我放弃，看攻略。的确是在司法宫。Si vous ne faites rien, nous allons nous en charger.OK， 找到了。第二个，继续来第二个，环绕在24片异光的花瓣之中。玫瑰女神静巧如石，俯视其下的信众，看那在圣女脸上的夕阳余晖，看那逐渐绽放的玫瑰。哇，这个连在哪里我都没有概念了。我想知道到底。第一个谜题，正义与法律在我左右，我手持双刃，所以是时针和分针的意思吗？努力不息，大家的时间都是一样的。哇塞，好难啊！第二个，我觉得在教堂哎。那个彩色玻璃窗啊，所以就在司法宫隔壁。我先数一下窗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正面可以看到七个。感觉要凑齐24个好像有点难齁，还是要数小的。那边盖起来不算的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0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真的有可能是这里。哇，找到送我神连结，我有找到那个啦。文字的攻略啊，文字的攻略比较容易看，影片要看太久了，所以我还是想要先凭我自己的能力找找看，不是很喜欢一开始就看攻略。玫瑰女神静巧如石，夕阳的余晖，看绽放的玫瑰，夕阳，这是夕阳吗？
先面向北边。现在看起来是早上，夕阳在这边。错了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我看到神奇的符号了。所以是要我找那个符号吗？我发现这些不是女的耶，唯一比较神奇的就是这里了，因为它并没有给我互动的选项。还是要再高一点。不是那三个神奇的符号。这样子，要看中文翻译的话会有点难。好啦，你这样讲是有道理啦。不过难道没有人找到吗？没有什么其他可疑的地方哦。圣女，圣女，哪里跟圣女有关系？好，印象我有读到什么圣女的那个地点，这里有一个教堂啊，圣母。有可能你太聪明了。哪有，我找这么久。觉得我隐约好像在那上面看到是什么，那个大窗户，我把它上去看看。哇，没有办法弹，爬不上去。糟糕，这下困扰了。那些士兵要准备找我麻烦了。
随手一杀。对啊，耶、yeah, ，找到了。第三个谜题，留在圣女之边，在身边，站在流水之间，从教堂的玫瑰窗到耳堂，数到五，第五道拱，五对怒睁的圆眼，以及五连的恐怖，最后石像踩在我们的珍宝上，通往浩瀚无垠的大门。这样讲的话，应该会在室内。第一个超久了，而且还找不到。不过，我觉得第一个嘛。第五道拱，圣女的身边。哎，最后的谜题我解开了。啊，现在才跳出来高三了，在流水之间。流水，流水。真下不去。我觉得我要回到地面上。圣母院的话，应该会有圣母的像，说不定。没有吗？哦，对啊，他们没有偶像崇拜，所以可能没有像。不对啊，他们有耶稣像啊。没有办法看内侧，所以我虽然这样看也没有办法得到什么线索。站在流水之间，从教堂玫瑰窗到耳堂，耳堂。耳堂的话，第五个拱，哦，诶、啊，不是这边，哎，反不反？走开！另外一个的，哎，按到了，他不啊，没想出，我没关系，赢了，哇，没有药了，哇，他没有药，他要拉警报了，他要拉警报了，我不会让他拉啊。他最后要通向大门的、欸。
鬼床在哪？一二三四五，差不多在这个横的位置，横线的位置。然后他还说什么？五对，怒症的原眼。最后的石像，我一看到石像就是那上面啊，那五个石像。那里还有石像。啊，会不会就是那五个石像？看一下。五个不是石像，很好，我在下面看以为是脸，看天花板，一个拱，两个拱，三个拱，四个拱，哪里有石像啊？我就从他的名字看啊，我觉得他长得像耳朵，所以就是耳堂。只是石像在哪里？这里有一个，最后一个石像脚下，是在另外一边吗？哎，这里居然有个窗户。还说了什么？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一些线索吧？最后的石像，到底哪里有石像？等一下哦，会不会是在外面？耳堂就是横厅，指的是建筑横向的部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我忘记外面长怎样了呀。外面有石像吗？看我的提示，哦，我看不懂你的提示啊。
这边有一大堆石像啊。这感觉就跟门没有关系了。哎，他其实是在讲已经到了之后的事情，所以我要先到。那我再回去里面好了，刚刚从这里出来的吧。是吗？我刚从那里出来的，糟糕！好吧，我再从大门进去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这里也有这个？炼金术象征符号。哦，这个我已经解了。外面，真的在外面。我看到一堆石像啊，可是我扫描都没有东西呢。完全不能理解啊。我扫到什么神秘的东西吗？从玫瑰窗到耳堂之间，飞浮壁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石像鬼。就突出去了那一只吗？啊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。
石像鬼，我绕一圈了呢。哇！找东西找到跌死的笨刺客。其他人都有掉下去吗？不只有这只叫做石像鬼，也有别种头的，也有别种头的。你说这个也是石像鬼吗？真的假的？没有看过这种石像鬼。再数一次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在石像鬼的脚下。是哦，可是我是不小心圈按太多下就掉下去，我不是滑下去的。我还是找不到啊！来偷看。在地上，原来如此。那它有在石像的脚下吗？这一只吗？碎片能打开剧场咖啡店护甲之士的门。是哦，所以这是这一次的装特殊装甲就对了。这好难找，比玛雅还难找。玛雅套装相对来说简单的多。所以这样的话跟大门有什么关系？还是他只说找到就可以通往某个东西，所以才会这样写。好吧，不纠结了。我们主线任务那个区域的一些小事情都已经完成了，再来就去毕业吧。我应该可以毕业吧，虽然有点笨。说不定在另外一边。没有，我最后已经看了攻略了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原来是套装，是，可是这套装太难了啦。
它最好要有很好的效果，不然我认死它。啊，对好，我的药瓶要没了。我在去毕业之前，那我下商店好了。全部补满。What's all that then? Attendez voir, attendez.哇，已经12:20了，今天都在找东西。圣母院所坐落的西提岛，刚好将塞纳尔一分为二，从玫瑰窗开始往儿堂数到五。可是其实我不知道那个等怒原眼的就是在叙述石像鬼，我不知道他那个石像鬼有长那个样子的。我一直觉得石像鬼就是那个，我后来跑去找那个一圈，我想说那个跟儿堂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要找到才能毕业，不是找到都要毕业，是没找到毕不了业。What's the mission? Mission. Let's get your arse in position. Don't ask questions, piss pump. I live to serve. 那么凶啊！任务难度，任务难度是以菱形的框框数来表示，菱形越多就是越难，敌人也越强。你的玩家等级也会随着菱形数目作为代表，越多就代表我越强，所以要购买新的技能和更好的装备来增加我的等级。没问题，我已经在存钱了。我要击杀三个人，然后掩体击杀啊。问题一个，哇，他是直接翻身过去，超帅！先定他们位。居然从那边来哦！完成。
没想到不用收台了。没有啊，时间到了我就收台了。